啊！一天老是愁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有人。回来了、啊、快坐着吃饭。你咋没等我做饭呢？那等你做啥饭呢？你这两天生病都给我心疼坏了，我特意给你做龙虾尾，做的那个酸菜鱼，完了我给你煮的那个玉米面条，放鸡蛋，这鸡蛋没煮好。你咋没整个鸡蛋吃呢？我吃啥呀？我不吃啊。你现在最主要的是得你补身体，你知道吧？你多吃点啊。多大个事儿啊。哎呀，快吃吧，这玉米面条老好吃了，媳妇，你快吃。渴了，这玉米面条里有汤，你喝点那玉米面条汤也好喝。刚进屋渴了，干巴也吃不进去啊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整去。我整点水喝。这老小子是真损呐、啊！这老小子，损到家了，给我下药还。哎呀！你吃吧。都给你吃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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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水来没来呀？来了。哎呀，妈，啥水呀？我给你做的那个果水儿、啊，你好喝，可甜了。我还给你放冰糖了呢，你吃，你尝尝，这好喝。嗯，你吃面条，吃面条。这面条我给你特意给你煮的面条啊，做这汤面，没给你整炸酱面，你就吃吧啊。是挺好吃哈。哎呦，再说你今天做菜我也愿意吃啊。哎呀，咋的了？哎呀，没事啊，冒汗了。哎呀，有汗呢，快吃吧。还吃呢，怎么回事呢？是挺好吃的。哎呦，干啥呀？你说你吃点饭干啥呀？那、哎、媳妇啊，这两天你生病了，难受，我比你还难受。妈、哎、呀，你挺老大个老爷们儿、哎，你说你吃点饭，你老哭啥呢？没有，这多大个事儿啊！嗯呐，快吃吧，别哭了。嗯呐，吃，挺好吃的面条。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怎么事儿、啊、呀？鸡蛋给你啊、哦！哎呀，这吃点饭是真埋汰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